说起来，熔岩龙的弱点是什么？还没看。西弗里测试。熔岩龙。命运在此显现。就看看这样能不能暴击了啊！准备工作都做好了。三三，你有吗？大师熔岩龙。好像一个大师熔岩龙都没有。二十二，好吧。嗯哼。应该是被我做掉了。一百二十万打出来了。嗯哼。还挺好。这货真的。